高声怒吼，剑指黄国昌背弃10年前的自己和蓝营，连 TT， 更多网友还发挥音乐创意。 插队友在插后面的这名 DJ 把绿野王世间的金句和黄国昌咆哮语录捋 mix， 引起网友共鸣。另外还有，嘲讽意味浓厚的葱狮表也在网络爆红，不只有歌剧院版本，甚至还有其他二创不断涌现。 念经版重金属嘶吼风格，也有轻快慢摇 AI 迷幻曲风。网络上掀起讨论，网友留言满满诚意，太有才了，更笑称这么用力嘲讽黄国昌根本是浪费才能系列。就网友恶搞，我觉得都蛮有趣的，蛮有创意。网友开启葱狮表宇宙，不过究竟版权归谁？人家文本周伟航发文嘲讽，文中很多用词来自不少名嘴或网友追加，更开酸能真正拥有这一切的，恐怕只有戏指神偷黄国昌本人。其实我都还是。 蛮尊重的，目标很明确，完成国会改革，这是一个历史伟大的创举，这你还看不清楚吗？不会觉得就变小了？黄国昌昔日和群众走上街头，如今变成抗议对象，恐怕让他始料未及。三十里为挺张文贤、侯彩虹、郑凯宗台北怎么的？